喂，Hello，大家好哈，欢迎回来哈，咱们接着讲咱们的小白班长项目1.0。上节课哈是咱们的一个实操演示啊，这节课的话给大家讲咱们的第五节课啊，咱们那个实操演示的一个下集。上次的话给大家演示一个上集，对吧？那么上节课啊，咱们提到哈，咱们这边的话一共有十几个平台啊，大家可以去做。那么也希望哈大家能把这十几个平台的话都耐心的去做一下啊，去下载一下，对吧？不要嫌麻烦。其实一点不麻烦，当你熟练之后的话，那么你的操作是非常非常快的，好吧？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么我这边是把咱们的平台哈都下载好了，啊，就是每天的话都会去看一眼，每天的话也都会去玩一玩，每天的话也都会有收益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这个的话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，所以说千万不要嫌麻烦，好吧 ？OK， 那咱们这一课啊，重点的话去给大家讲一下咱们最后一个平台。我们看一下，就咱们的这个猪八戒啊，咱们这个平台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就这个 APP， 对吧？我们也需要去扫码去下载，啊，去扫码下载，然后打开看一下我们这个 APP。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平台的话，它就是上面的东西的话会更多一点，啊，会更多一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啊，它这边的话有。当你就是注册之后啊，那么它这儿的话是有一个推荐任务，对吧？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下，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对吧？包括这个简单助力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点开看一下它这个要求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，它这儿也是有两个步骤，对吧？它也是有两个步骤，比如说支付宝扫码下载，啊，根据这个提示助力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示例图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保存一下，对吧？然后去。用这个淘宝的一个啊，就是一个特价版啊，特价版，对吧？我看一下它的步骤，都有步骤，去扫一下，然后我这边是上传啊，一个图片，对吧？我们如果想做这个任务的话，我们去点这个就可以了啊，点这个技术权上，对吧？那我们这儿，对吧？我们刚才那个接受悬赏就是不是就变成了提交悬赏啊？这个的话，这个它这个东西哈，跟咱们那个。那个刚才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啊，首席试玩里边啊，这个应用时刻里边这个注册赚钱，这个啊步骤是一样的啊，跟咱们这个注册赚钱的步骤是一样的，因为咱们上节课给大家已经讲过了哈，讲过了这个应用时刻里边这个注册赚钱是吧？需要咱们注册一下，然后按他的要求去截图上传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也是一样的哈，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好吧？啊，也是一样的。啊，我们这儿哈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 APP， 好吧？这个 APP 的话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 APP， 好吧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儿的话是有一个悬赏，我点这个，对不对？我看哈，这儿是有很多分类的，对吧？那么它下边哈，下边也是有很多悬赏，看一下啊，这些的话都可以去做，看一下都可以去做。不过这儿的话有些高佣的，点高佣点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么它金额是不是都很大？比如说这个10块钱，对吧？7块钱的，对吧？它金额的话都还可以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个啊，三块多，对吧？3块多，是不是啊？包括后边这个短视频的，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评论，对吧？你给人评论一下，人家就有钱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是吧？是评论啊，这些的话都可以去做哈，都可以去做，对，我们都可以去做，是这样的。啊，这个平台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啊，都可以去玩，好吧？啊，因为啥？因为是咱刚才跟大家说到哈，咱们的这个啊，前面这16个啊，前面这15个啊，前面这15个平台的话，咱们这个啊，咱们这个板块，对吧？咱们这个板块的话，就是安卓手机是玩不了的啊，只有苹果手机可以玩，对吧？但是安卓手机的话，可以玩这个注册赚钱。对吧？那咱们这个猪八戒就不一样了哈。咱们这个猪八戒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咱们这个猪八戒的话是所有的哈，注意哈，是所有的手机都可以去玩，不管你是安卓还是苹果的都可以去玩，啊，都可以去做任务赚钱，好吧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OK 啊，那么咱们这个提现的话也是一样的哈，也是一样的，跟咱们刚才那个提现是一样的，好吧？都是一样的。提现的话也非常非常快，好吧？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操环节啊，一个实操环节。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，啊，大家不要哈，就是我现在哈，就是
就是讲的东西比较多啊，讲的比较多，我是讲的一些细节问题啊，大家如果说啊，就是可以去认真的去操作一下啊，去实操一下，把这平台的话都下载下来，然后去注册一下，对吧？然后跟自己的微信或者支付宝去绑定一下，然后去做一下里边的任务，去赚钱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爽的，好吧？那么大家注意哈，有很多朋友会说哈，很多朋友到时候我们做的话可能会验证的问题，对吧？比如说有时候这个 APP， 对吧？比如说就是有时候这个 APP 打不开了，怎么办？对吧？比如说打不开了，怎么办？打不开之后怎么办？打不开之后的话，我们注意哈，我们注意，把这个 APP 就是卸载了，对吧？如果说我们隔几天这个 APP 打不开了，我们把这个 APP 卸载之后，对吧？卸载之后怎么办？就卸载之后呢，重新扫码下载，对吧？重新扫码下载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过几天我们这个 APP 打不开了，怎么办？对，或者闪退。对吧？或者闪退的话，那么我们就需要扫码啊，重新下载就可以了，好吧？这样操作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里哈，大家如果说有啥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再问我，还可以再跟我联系啊。那么这项的话非常非常简单，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下，好吧？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咱们这节课 ，OK。